你今日做乜嘢啊？做咩嘢？我哋做咩先啱啊？我今日约咗咩嚟啊？ 我知我啱你，你唔啱但我又谂到同你讲啊，但系我惊你介意啊。介意？呢啲个后果同你一齐好严重噶。系，我知我。点解？系咪咩事啊？真系挺有刺痛嘅你。咩事啊？我睇啊。咁唔关人嘅。陪我上车啊。啊，我？咁都唔陪我啊？唔系，你等我阵先啊。 雨欣，他是谁啊？男朋友。你怎么会跟这群人在一起？别管那么多了，雨欣，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吃饭，下次我吃饭跟你吃好吧？我哥说的对。雨欣。